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这个时候吧，我是最纯天然的头没梳，不是，就这么说吧，头没梳，脸没洗，胡子没刮，然后出来上个厕所，纯粹憋下来了。然后先带你们看一下雪景，然后呢，我小老汤给我做饭的。昨天下雪了，现在中午更美，看看，哇塞，太美了！哎，今天太冷了，冻手啊！看家家烟囱都冒烟了。这是我小老家的，看看，家家都冒烟了，烟囱。太阳刚升起，不太高啊。看我这奇怪的脚印儿，干了吧？不干。不行。看我小老整的肉炉，一会儿煮挂面。我就不进屋拍了，屋里有客人，拿手机一拍就是感觉不好，他说我两句犯不上，我就不进屋拍了。我这烧火呢，顺便烤火。先开头，瞧一开饭了，老好吃了。我小老打这个卤子，家里来切吧，我就不上桌。什么原因呢？我手不好使啊，我加什么来菜？我感觉磕碜呢，这个不是什么虐待呀，我从小就养成的习惯，我那样的，如果你强迫我在桌上吃饭，我就吃不好。这假如我能吃两碗在外边，我在屋里啊，我顶多你给我加多，我能吃多少？手不好使，不敢夹菜，从小养成习惯了。如果你强迫我在桌上，我吃不饱饭，这样更好。我自己没有人，我吃的更好。上桌不敢夹菜，不是不让夹，手不好使夹不上来，磕着呢，丢脸磕着。我很少出门，不愿上别人家，我吃完犯愁啊。再一个进屋脱鞋，这脚穿不了鞋塌了，你上家穿鞋不给你抬埋舞台的。我就不爱上别人家出门，再一个最主要吃饭，手夹不上来，老丢脸了，磕的。反正我就是在自己找店吃，吃的才好呢。搁这屋里吃不饱，我就那还一碗呢，我一共两碗，那个碗大，我下来我盛的，我看一下了啊，看看这还一碗呢，我吃完手里的，我就吃这碗。这碗大，吃完饭了，开始扫雪。我大佬扫，然后我收。
全扫完了，看看，完事儿了。执法行动加油操，你这真的牛啊！微信拿来卖了，支付宝逾期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黑，来给他打招呼。Hello， 现在带这个小伙来吃个饭啊！你要吃什么嘛？搞两个黄焖鸡米饭嘛。黄米饭啊，就我们两个。来了来了啊！看这种阿姨啊，老板，你以后还会不会把这个身份证再拿去抵押呀？哎，那可能嘛？怎么不可能？你这次都把它抵押了，下次也有可能啊。那是没办法了嘛。没办法，你抵押多少？真是要亏我，我买包烟了。烟吗？你现在抽什么烟嘛？南方山的515。你去买呀，那你不就有个超市嘛？没钱的了。你微信都在那卖了，我怎么发给你？发客户给你吗？有支付宝噻。等一会儿买嘛，先把饭吃了，现在开始吃了啊。来饭来了呗。够不够吃嘛？好像加了再说，要不再加。好不好吃这个菜？好吃，它不是那个汤一样吗？香得很。这个汤很下饭的啊。这够不够吃吧？不够吃再来一份吧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嗯，你有这么多支付宝？那个支付宝收不到钱的嘛？为什么收不到钱？逾期的。逾期了？嗯。行了，去买嘛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它的花呗已经逾期了啊，逾期了269天。芝麻信用加油操，你是真的牛啊！微信拿来卖了，支付宝逾期。来，你现在多少钱嘛？支付宝25块钱。妈，25块钱你都不还？啊，有钱了再还嘛，没得事。我看你都逾期一年了，我看你是不想还吧？哎，是啊，我跟你说了，就是不想还，有钱都不还。为什么不还呢？那又不是我用的，我啷还喽？不是你用的。那问题是这个刚我看了是你的身份证啊，为了25块钱把信用搞差了，不值得呀。哎，无所谓了，反正支付宝我也不常用，都用现金了，管他了。以后要上征信的，你这按揭车呀、按揭房这些都搞不了。哎，我又不买车买房，那跟我有关系哦？行行吧，我说不过你。好了，我们这个视频先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拜拜。